是快来讲啊，可能有时会刷吧。哦。可能有时候家长也是刷吧。对呀、哦。那是因为以前 X 是那个时候，因为还 MCO 嘛，然后还有 spare part issue 嘛，然后它就变了很多东西 delay 那个晶片的那个 issue， 对，然后就变了，它什么等很久，然后来到我们 X 九十的时候、哦。来到我们那个 X50 的时候哦，我们那时候我们的 Fast Ship 嘛、啊，最老版的一个蓝色啊，其实也是讲预计时间三四个月，但 at the end 哦，那你这一两个月就打折了。啊，这两台 production 就比较快一点了咯，就是他们现在没有那个问题。因为其实我们这台是去年 launch 嘛，十二月的时候，对啊、但是我们有车进过来做 customer 的嘛，他全部车留来做2024年。说，他2023年没有。他也是比较会 marketing， 就是顾客肯定是要买最新一年的。可能他出一批出来，可能2023可能也不要。对啊，因为啊，说会影响到他过后。所以他就这一次，他就是全部来做2024年咯 ，so that 就现在 on the run 看到的。啊，对呀、啊。嗯。所以现在是不一定会是长的，但是他没有讲夸张，但好像以前 X 五十这样长。对。But then 就我们要看他出来之后他的 flow， 如果他的 flow 一顺呢，其实可能会不会打到折。而且也要看你定什么 spec 跟他的。这个颜色叫什么名字？这个叫青色。青色，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，对，比较阿大声一点。因为我是有驾过试过新款的 Vios 跟 CD 啦、嗯、这两卡未来的定一点，因为 它这两卡定位是 C segment 的、嗯、可是 Proton 那时候打广告是拿它跟 CD 跟 Vios 比，是因为价钱的问题。其实 CD 跟 Vios 是 B segment， 对，这个是 C segment， 但是 C segment 来讲其实是那一个 CVR， 对对对、啊，但是它其实它没有到 C 量，它其实它在 in between B 跟 C， 对 B 加咯，我们叫，所以他们就把它归去于 C 产品咯。嗯，对啊。可是价钱来讲，它是平零整的，我觉得。就是看你要的是什么。对啊。一些人你看的是 branding 来讲，可能它就会过分那些咯。如果你是想 feature wise 啊，跟价钱来讲有这样子的 feature， 其实是这两是没得选的。会比较顺一点。就是如果一般上你没有个车，还是你没有上山的话，你很少会突然间一开始这样子 order wall 都是用 stop。对。你前面你就随便一个位置。可以。然后呢，就你应该是 comfort 的。嗯。然后个车的时候，另外讲。这边。这边。这样吧。随便摆一个，这样子的话，你可以看到那三六零的那个。哦，它靠近它就会自己 activate， 还是要自己按？是，你要自己按。如果按 reverse 的话，它就会。它就出来。OK， 所以它这一个 box 哦，它就会 show 你咯，你围绕你的车进去这个 box 了没有？然后你可以看前面的 distance。哦。你就现在看这里，我想你开回去。可以。所以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你可以看前面，就是这一小条，然后这个是右手边呢，所以它的 transit camera 很轻。你不是他就，他有这个 3D 面的。好了，买家就。天超他上次讲要用 screen 来开的是。是哦，他没有那一个版。或者是 Hybridon。What's up? Open sunroof. Got it. It's opening. 哇，这样子会比较快啊，比起去里面找。剩下你往办好车了，你按这一个屏啊，就去把给你。OK， Hybridon。What's up? Sure, it's closing. 它反应快很多，以前 X70 那一些。对，这个要自己移关。哦。OK OK。你很清楚哎，你讲一下我，你还有什么会的？就这样子。然后你们拿，如果你拿 Fresh Air 跟 Fresh Air 来讲，你就有那个 Wireless Charger 嗯。还有一个 USB。对，它下面还有 Type C 的 USB。我下面还有偷空出来给你放东西。哇，他很多人喜欢这一个东西。啊，我是觉得这个方便哦。嗯。哦，好的，安排。我这个可以放出来。
然后可以放回去。哎，你 friend 啊？可以，就这样子就可以。OK。